列王纪上第四章一节，所罗门做以色列众人的王，伊的神仆基底下面撒毒的子阿撒利亚做祭司，示撒的两个子伊利何列阿希阿做书记，阿希律的子约沙法做书官，亚和亚大的子比拿雅做元帅，撒毒甲阿比亚他做祭司长，拿单的子阿撒利亚做将官长，王的朋友拿单的子撒伯德做领袖，阿希刷做管家的，阿比大的子阿多尼兰掌管督工的人。七节，所罗门伫以色列全地设立十二个官员，互因供给王甲王家的食物，每年个人供给一月日。八节，因的名记伫下面，伫以法莲山地有便户尼，伫马加苏沙宾毕士麦伊伦毕哈兰有便地加，伫阿罗伯有便希色，伊管理蛇哥甲希弗全地，伫多尼全山地有便阿比拿达伊娶所罗门的查某囝他法做某。十二节，伫塔拉甲米吉多。甲瓦近萨拉塔那亚述列下边的伯先全地，对伯先到阿伯米何拉，直到约念的外面，有阿希律的子巴那。十三节，伫基列的拿伯有便基别，伊管理伫基列的马拿西子孙该尼的遐城，巴山的安尼个别地一大城六十座，拢有城墙甲灯光。十四节。伫马哈念有约多的子阿希拿达，伫拿弗他利有阿希玛苏，伊也娶所罗门的一个查某子巴示伯做某。十六节，伫阿实甲阿洛有何塞的子巴拿，伫以撒加有帕罗阿的子约沙法，伫便雅悯有伊拉的子示麦，伫基列地。就是将前属阿摩利王西宏甲巴山王国的地，有俄利的子基别一人管理。二十节，犹太人甲以色列人亲像海边的沙遐济，拢食啉快乐。所罗门统管遐个国，对大河到腓力斯地，直到埃及的边界。所罗门伫世间的日子，遮个国拢进贡服侍伊。二十节。所罗门大日所用的食物，油的面粉三十高尼，粗的面粉六十高尼，肥的牛十只，草场的牛二十只，羊一百只，也有鹿、羚羊、赤鹿，甲肥的鸡。二十四节，所罗门管理大河西边的全地，以及对提弗撒直到加撒的全地，四境尽拢平安。二十五节。所罗门在世的日子，对但国别示巴的犹太人甲以色列人，拢伫家己的葡萄树下、甲无花果树下安然徛起。二十节，所罗门有套车会买四万，也有买兵一万两千。迄十二个官员，遐官员照会供给所罗门王，甲一切甲伊共道的人的食物，拢无欠一项。正人国照伊的职，将羊马、甲牛跑的马、带大马、甲草料送到官员遐。第九节，神赐予所罗门极大的智慧、聪明、甲开阔的心，亲像海边的沙，未会测量。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、甲埃及人一切的智慧。三十一节，伊的智慧赢过万人，赢过以色列人、以坦。甲马哈的子希曼，甲国达达的智慧，伊的名声传扬伫四围的列国。三十二节，伊做箴言三千句，诗歌一千零五首。伊讲论草木，对黎巴嫩的百香树，直到树顶发起来的牛雀草，佮讲论飞禽走兽，长拖追逐。天下列王听起所罗门的智慧。就拢找人来听伊的智慧话。